这边没人，不可能。窗户那边有一个先知等我，卡到位吧。这里也有先知，还炸了，抓这个。谁失误扎谁啊？没失误的人就可以撤了。加鸟了，下一波闪现死了。落地刀带走了。闪现也省住了，然后 VIP 没有上图斯，但佣兵来救的话应该是会倒的。先知在楼上修，废墟也有一个先知，那佣兵应该是三连。废墟，哦，那应该是。废墟的先知跑那边修去了，跑到石像修了。你跑得动吗？二挂了。你跑得动吗？你跑不动这佣兵挂了吧，电机没了，最后一台小木屋。先把它挂了，然后去拦人。有一个先知去小木屋补了，这个佣兵不守了吧？如果守他的话，小木屋的电机应该是被补开了，直接撤了。没修吗？你滑得动吗？滑来滑去的。直接把它摸好了。那我手电机，你进行摸吧。然后先知的话，这边在守修一台三连，佣兵过来，应该是从医院过来的，守一下。这么快啊！肥胖牛，挂佣兵，他是二挂的。然后先知要过来救，要么就卖了。不是，这人还补电机？他好大的胆子啊！
先知起来了，这边要弹，弹去救人。他在修电机啊。赶快的，赶快的！快点下一局了。乌鸦飞了，还是老地方，窗户那边佣兵撤，小木屋有人，要么就是这个废墟有两个人，看那个废墟的人转走了。鸟回来了。我以为他好不亏，鸟都没交出来。鸟没交出来的话，下他要下来了，不能着急出刀啊，要吐了。等会儿让我蹭一下，三蹭。不着急，贴身，贴身再逼他叫鸟。还是失误了，让他拖了一点时间。佣兵打汽油刀，现在不救了，有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想玩了吗？咒术师是不能吐的，吐他一层，他就有那个猴子了。出刀吧，看能不能打个无痕斩。
快点快点，下一局投了算了。这个蜘蛛赶春运火车了，何必呢？看一眼地窖，我又不会放你。赶紧赶紧的，下一局下一局。为了打个排位，我饭还没吃完。火教堂应该有两个，中间没电机，那佣兵应该去人皇祭了。啊，他往这跑，应该是没击出一点撞脸了。谢了啊，我就喜欢这种玩双刀了。佣兵快点过来吧。赶火车，这佣兵应该是倒不了了。你看他又送我双刀，我真的是太感谢了。还卡了个双兔丝。谁救谁死啊，当然有鸟例外，鸟没救。看谁救啊，不是你残血了，我干嘛要等呢？我有病啊！我还在那边压迫我日。快点快点赶火车，卖了。哎呀，我最讨厌这种躲猫猫的，浪费时间。小木屋，VIP。
下一局，下一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射焰有一个前锋，这边的话去集装箱那边吧，看看能不能碰个运气撞个脸。不过有两个先知，估计撞不了，就碰一下总是好的。看来没有，还在军工厂呢。我怎么感觉这个人不是前锋啊？哎，黑妹这会难受了。要被揍了。急了！还有一只鸟，两层了。四层了。完了，得找死。亏，这一波血亏。这都没图着吗？手电机啊，射焰。那咒术师在蹭呢，蹭猴子。擦前锋了。那接着杀黑妹吧。射焰和人忘记是最后一台，守着就好了。啥？这先知救不了人，一吐死。
要被揍了。没治愈。有两个人有治愈。吐一口我就走。看来都没治愈了。挂一个加个速吧，没有挂人加速不好追人。重新修了。这人不挂了，又在蹭。哎呀，这个大心脏点的难受啊。先抓黑妹，没治愈。就死了先知也没治愈，集装箱开了，应该是没了，他开不了。好卡好卡好卡，设宴，大房子也有，没有戒指那就不要去，就不用去大房子，没必要。好像有鸟的声音。我操，这都敢翻呢！哎哎哎哎！看车了，应该死，除非有鸟救他。三层丝，救命到了，这鸟给的妙。把限制的那个10%的那个弄出来，然后在这打他一刀，吐他一口也行。
然后先知救不了了，等魔术完，魔术他在小木屋，他想过来的话估计死了，佣兵也救不了，看他们敢不敢来吧。那魔术师来了，只有他能救。这手速有点慢啊。不摸好佣兵的话，基本是没了，两个人全都救不了。四人有人在修，搭个车。哎呀，失误了，火炬手撕，我应该吐他一口的，急了。我以为他一刀死。还不过来吗？那魔术师也不好扯啊。看见了，快快快，下一局了。选择木马也有一个人，在鬼屋前面。先起点看一下吧。幸运儿和佣兵。我猜他从左边入口下来。好，这个洞救了他一命啊。还有翻窗加速。抓祭司。要开车了。要么打洞，我看谁修佣兵吗？这是先知，想卡死他了。哎呦，他怎么慢翻了？我以为快翻，我就没打算打。金鱼儿还在抽东西啊，等会儿再过去吧，他抽得很慢的。吐他一口，要求不高。抽完了 ，OK， 双突刺，然后存一波二十，佣兵来的话，佣兵能倒。佣兵来了，哎，这倒空，不过二挂了。直接追吧，他想拖。
靠！这个迷之判定，贴脸吐他都没吐中，这把下的好。那你没的。被二号占去了。他肯定在摸佣兵祭司，刚那会儿明亮了，走一走。娃娃，看来是看错了，但是佣兵还是被摸起来了，我不知道在哪摸的。哎，反正先知敢碰荆棘，我就传，他还真敢碰。好吧，是祭司，撤了撤了。那佣兵是被先知摸起来的呀，应该往帐篷走了。这丝绷带啊，幸运儿，哎，哦，没椅子，啊，还是这球快节奏导致崩了，太急了，没办法，赶火车。看火车都是这样，你们先往那边三连电击啊，他们赢不了了。看你先说，两个人小魔把先知挂死，然后传送。我猜帐篷肯定是在修，直接传帐篷吧。那看来没必要了，先把洞打了。这里都敢翻，把洞打了。估计跑终点了，没跑吗？还等我？祭司蹲地叫了。我祭司不好抓呀，抓他的话。花费时间太多了，不过我也不想让他跑，试一试吧。
命自己的。挂了吧，不想拖时间了。他怎么跑脸上来了？工厂有人，不去了，走这边。佣兵，娃娃。哇，是真的怂，他在二楼玩手机，派娃娃下来了。那先知大房子有两个人啊，这是这个传送秀，太秀了，牛逼牛逼牛逼。不能浪了，节奏要断了。他喜欢玩回旋板。佣兵的手完了，应该他翻不过去，有10%。佣兵已经贴上了，这边要丢三台，先知那台也修了很多了，还有一只鸟。佣兵得倒啊，不然这把有点难打。那个传送导致抓心之亏了。还在拖，佣兵在拖时间。三连电击。二挂了，他满点喽。上刀了，金文明给机会了。
他的双修。先知估计是在摸佣兵，因为小木屋是有两个脚印的，嗷嗷打掉，应该是没了。剑姬都修完了，只是没补而已。该回去了，佣兵应该弹过去了，弹得好快呀！应该在摸人，要么就补电击，还可以拦，也有可能他们两个不打算摸，想冲过来补，看来还真是。保险起见，打倒，算打倒吧。然后他是没自愈的，两个人都是二挂。还不投吗？非要我一个个去挂，还得快点，下一局。